大家好，我是廖瑞英，欢迎大家来到空中大讲堂。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的内容是历代学者评论陶渊明的诗风以及思想特色。陶渊明的作品外表看似干枯，不够鲜艳华丽，但实际上内在饱含风雨的滋味。虽然平淡恬静，却相当的优美。 兼顾了形式的美感和比喻寄托的意境，他的诗文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苏东坡是陶渊明的头号粉丝，他曾赞叹说：“我没有特别喜欢的诗人，唯独欣赏陶渊明的诗。陶渊明的诗作不多，但是他的诗质朴中寓着华美，平淡中有丰满。从曹植。” 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都赶不上他。陶渊明能够有这么高的成就，主要的原因是他性情的纯真以及思想的广阔。陶渊明性情认真自然，皆有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精髓。青少年时期意气飞扬，胸怀猛志，颇思奋力于仕途。 但眼见官场污浊，恶习难改，施展抱负无望，于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思想，让他选择全性保真，不拘现在出来当官，或者是隐居田野，任其自然，追求精神的自由与独立。也因为受到儒家律己的熏陶很深。 所以能够不被虚伪的名教礼俗所束缚，而安于贫穷，坚守节操，可以免除当时人萎靡不振、性情放纵的行事作风，或者是追求没有根据的神仙扶持。陶渊明也雅好老庄之道，向往亲近自然、逍遥自由的境界。 此外，陶渊明还经常和佛教界的高僧们过从往来。佛教界中的出祖慧远大师和贤达人士结联社的时候，就曾经以酒来招揽陶渊明赴会。有一个虎溪三笑的故事，传说喜欢和名士交友的高僧慧远，他曾住在庐山西北山路的东林寺中，专心一意的研究佛法。 为了表示决心，就以事前的虎溪为界，立下一个誓约：引不出户，鸡不入熟，送客不过虎溪桥。不过有一次，诗人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前往拜访，三个人谈得极为投机，不知不觉天色已晚，会员送出山门，怎奈大家说话的兴味正浓，依依不舍。 于是边走边谈送出一层又一层。忽然听到山林密林中老虎大叫，风声四起。突然间才发现早已越过虎溪界限了。三人相视大笑，拱手作别。这个故事从唐代开始流传。据说后人在他们分手的地方修建了三笑亭作为纪念。有多事的人还写了一幅的联句。 桥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语，莲开声色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这则传说展现了儒、道、佛三教思想融合的景象。历史上，陶渊明和慧远大师是同个时代的人，他们确实有些交往。 但陆秀静所生活的年代，则远比惠远和陶渊明更晚过百年，因此虎溪三笑之说是纯属虚构。当陶渊明隐居在浔阳柴桑的时候，也和惠远的弟子周旭之、刘遗民，因为不接受皇帝召集的命令而被称为浔阳三隐。他的诗：“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无不充满着禅机妙意。所以陶渊明有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精华，而不沾染其迷信、狂放的陋习。由于陶渊明性情率真，生活交友广阔，思想背景又丰富，所以他的诗作出以自然、恬淡闲、闲适。朱熹说：“陶渊明的诗虽然平淡。” 但出于自然，后人如果要刻意学他，就和他差得远了。杨时也说，陶渊明的诗，别人所赶不上的，就是谦冲淡泊、出于自然的特色。如果努力去学习这个特色之后，然后才知道不是刻意用力学习得来的。清代的黄承吉也说。 陶氏出于天生的自然，那是别人所应和不来的。陶渊明流逝的诗文大约有将近一百四十首，现存词赋类的文章，除了《归去来辞》《感事不欲赋》之外，还有一篇唯一以爱情为题材的《闲情赋》，这是陶渊明所有的作品当中相当特殊的篇章。 历来对这篇赋作的思想内容的解释和文学价值的认定，看法颇为分歧。偶有赞美，但批评者居多。这篇文章赞美描写一位他日夜寻想的绝色佳人，她的风姿绰约飘逸，秀丽绝伦，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她的美貌可以说是倾城倾国，她的品德誉满天下。 只有叮当作响的玉佩才比得上它的纯洁，只有高雅的幽兰才能够和它媲美。于是作者想要和他亲近、促膝交谈，与他结下山盟海誓，却怕唐突失离被谴责；要遣青鸟时递送信函、传递爱意，又担心被别人抢在前面，心神不宁，犹豫不决。 一瞬间，神魂不知转了多少回。为了能够和理想中的美人日夜相处、形影不离，作者甚至异想天开的想要变成各式各样的物品去一亲芳泽。例如说，我愿化作她的衣领，去承受她玉柔的馨香。 可惜晚上就寝的时候，他就会脱掉衣裳，我只能抱怨漫长的秋夜，天光还没有亮。我愿化作他的裙带，去抱住他那纤细的腰身。可叹天气冷热多变，他会脱去旧衣，更换新装。我愿化作芳香的发油，去滋润他那乌黑披肩的秀发。 可惜，当他沐浴的时候，我却在沸水中遭受苦煎。我愿化作他秀眉上的黛妆，随着他的眼睛飞扬起舞。可是，当他卸妆的时候，我便会化作乌有。我愿作为他卧榻上的席子，让他柔弱的身躯能够舒服的度过三秋时节。可恨的是，冬天寒凉又被秀入所取代。 要等到来年才能够被再度用上。我愿化作他的绣鞋，紧紧地贴住他那雪白的脚丫，随着他的纤纤玉足四处行走。可叹的是，他休息的时候，我又被弃置在床下。我愿化作他的影子，伴随着他形影不离。可怜的是，当他走到多硬的大树下，我又被树荫无情地吞没。 我愿成为黑暗的烛火，在屋内映照它美丽的交融。可叹的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又被它在仓促之间吹灭。我愿化为竹枝，做成竹子，让它握在手中，为它扇出微微的凉风。可是白露霜降之后，天气转凉，我又得离开它，只能遥望着它的衣袖心，心叹。 我愿化身为一棵梧桐树，被做成一把民琴，被它放在膝上，轻轻地抚弄，弹奏出美妙的音乐。可叹一旦欢乐尽而忧愁生的时候，终究会把我推开，而懒得再弹。作者淋漓尽致地书写对这位佳人热切的思慕之情。 最后表示绝不做出有违性质不正当的结合，使感情超越升华，并以回归礼教作为结束。这篇作品有人说是陶渊明年轻的时代，大概是十九岁的时候所写的，也有人说是完成于官场任职或者是归隐的时期。 因为这一篇的赋，不论在内容或者是风格上，都和我们所认识的陶渊明迥然不同，所以历来学者们对此也褒贬不一。萧统在《陶渊明集》的序里，首先提出“白璧为瑕者，为在《闲情》一赋”的批评，还说把这篇赋作去掉是可以的。此后否定本篇价值的人，就多以“卒无讽谏”。 也就是整篇文章没有任何隐含的讽谏意味为口实，对《闲勤赋》大家谴责批评，苏东坡则反批判萧统，选录文章的格调卑弱，明明有许多好的文章却被他遗漏了。对于《闲勤赋》，他大加赞美地说：“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 汉屈原、宋玉遇寒讽谏，深意有何不同？而萧统讥笑此篇，此乃小儿强作解释者。不论谁是谁非，陶渊明之所以为陶渊明，就在他独有的人格、时代精神以及各家思想的精华，因而形成那种特殊的典型。空中大讲堂，我们下回见。 各位同学，我们从前面单元的介绍，已经了解陶渊明性情纯真、思想背景宽广的情形。接下来第十四讲次，我们要讨论后代对陶渊明的评价，以及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以下我将分别从三个部分跟大家来做说明。第一，陶渊明孤中此事二性的问题；第二。 唐宋后人对陶渊明的评价，第三，陶渊明作品对后世的影响。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辞赋体的抒情作品。说到辞赋，许多人由此就联想到屈原的楚《楚骚》。 然后从屈原忠君爱国的情操，再对照到陶渊明的时代释宦的过程，于是引申出陶渊明孤忠义愤，上承屈原。文章有寓涵对东晋灭亡的悲情，虽然不当官，内心里却仍然关心朝廷政治。而他所以弃官归隐，是为了表现忠臣不事二军的坚贞节操。 会有这样看法的原因，应该是来自于《宋书·陶潜传》的记载。史传说，陶渊明认为曾祖父是晋朝的宰相，他羞耻于在后一个朝代降低身份，所以自从宋高祖刘裕的基业渐渐兴盛，他就再也不愿意做官了。陶渊明身处东晋末年，当他眼见国家日渐衰微，内心有所感慨。 这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宋书接着说，陶渊明在东京安帝一夕以前所写的文章，都会加写近代的年号，但自从刘裕篡夺东晋的江山之后，他就不再冠称年号，而只称甲子了。我们拿这句话来和陶渊明的诗集查考比对。 却可以发现，陶渊明固然自从入宋以后的作品没有提年号，但是写于东晋时期的作品也未必全提年号，因为“宋书”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萧统在编撰《陶渊明传》的时候，就干脆略去了诗作的年号甲子这几个字，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吧。 但是自从《宋书本传》肯定陶渊明忠贞尽士，不侍奉两个朝代的君主之后，后世就特别喜欢表彰他此世二性的高风亮节，赞颂他是一位忠诚烈士。例如朱熹把陶渊明和张良相提并论，大家夸赞他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 明代的谢数也褒扬陶渊明的孤忠悲慨，说他和屈原以及战国时代想要刺杀赵襄子后来失败自刎而死的刺客豫让等人是一样的，都具有豪壮之情，抱着建立世功的心志，可惜国家被取代后，只好寂寞的归隐田园，但是作品多抒发忠义，激烈慷慨。 明代的文选家毛坤则认为，陶渊明是哀痛晋朝被灭亡，不得已才借诗酒来掩盖真情。事实上，是想效法荆轲刺秦王、张良助汉灭秦的情势。甚至还有学者认为，陶渊明的诗绝非平淡，而是气势豪迈，心怀忠贞。例如，清末的诗人龚自珍说。 朝前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尽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意思是说，陶渊明的豪气干云，很像诸葛亮。千百年来，他所留给人们的形象，就如同松树和菊花那样子的清高。可是，你不要以为他的诗是这么样子的平淡。 其实他的作品有三分之二像诸葛亮的《梁甫吟》，三分之一像屈原的《离骚》。龚自珍认为陶渊明是个有政治抱负、感情激烈、满心感怀天下苍生的人，所以作品充满了慷慨悲壮、愤懑不平之气。陶渊明青少年时期确实有经世济民的想念，所以他多次出来任职。 十三年的追寻探索，显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可是，眼看自己已届不惑之年，朝廷的权贵们却仍只专注在功名利禄的争夺，他建功立业的热忱被消磨殆尽，最后选择全性保真，归隐田园。流寓灭境，他的诗篇流露感伤之情，这是人之常情。 但刘宋取代东晋的政权后，官场依旧污浊，他还是独守不出来当官的情操。朋友们如杨长史、庞祖部，都一个个去侍奉新的朝廷，而新的朝廷也多次征召陶渊明，但他都拒绝了。甚至向王弘、谈道济，新朝权贵们想见他一面，陶渊明也都没有给他们好脸色看。 他还写诗答复那些劝他出来当官的人说：“自己的天性很少能和人和谐一致，重返仕途诚然是可以学的，但违背自己的本性去做，岂非糊涂？归隐的决心已定，再说也没有用。”再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愿意违背隐逸的初衷。 对他而言，器官归隐不在于仕途的达与不达，而是感愤于晋宋的政治社会一样的黑暗。他固然厌恶那欺人孤儿寡妇取天下的刘宋新主，所以不愿降低心智侮辱自己；但另一方面，官场就像鸟笼一样，他被关在里面，浑身的不自在。 想要规范自然，这是他衷心的选择。所以他的作品虽然蕴含改朝换代的悲伤，但并没有想要为晋朝复仇的决心，更不用说有实际的行动了。陶渊明恬静平淡的诗风，和当时文坛盛行华丽辞藻的风气不符合。 而他的家庭早先虽然隆盛，但是到他的时候已经式微了。再加上他所担任的官职也都不高，而且更多的时候，陶渊明是退居田园的隐士，在当时做官的社会中，就成了一个边缘的人物，并没有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魏晋时期的人赞美陶渊明的，只是他那遁世隐居的风格。 所以沈约的史书在《隐逸传》里面叙述他，其他如《宋书》《晋书》《南史》等，也都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中。连当时文学评论家刘勰在他所写的文学批评专书《文心雕龙》，对他也只字未提。另一位撰写诗评的评论家钟嵘，更只是把陶渊明列在中品而已。 就是帮陶渊明编写专辑的萧统，在他的文选里选入陶渊明的作品也是不多。但是到了唐代，陶渊明的田园自然诗作以及喜欢以琴酒自娱的认真人品，就开始普遍受到重视与推崇。唐人尤其欣赏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去侍奉权贵的个性。 跟他有相同境遇的人视他为典范，例如傲岸不屈的李白就说：“我梦见陶渊明门前的五棵柳树，已粗壮的可以挂上马鞭。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彭泽，在陶渊明的门前放怀高歌呢？”而边塞诗人高适在担任封丘尉的时候，对拜吟官长心欲碎，鞭挞梨树令人悲。 意思是说，我对那些需要下拜迎接大官的繁文缛节已经心力交瘁，奉命驱策百姓，更让我感到悲哀。在无法容忍这种卑躬屈膝之下，让他转意逃前归去来，又想起陶渊明弃官而去、创作《归去来词的事情。 中唐的诗人白居易仰慕陶渊明的为人，甚至做了十六首仿效陶渊明的诗。其中第十二首说：“吾闻浔阳郡习有陶征君，爱酒不爱民，忧醒不忧贫。常为彭泽令，再冠才八旬。悄然忽不乐，挂印擢公门。口吟归去来，头戴漉酒精。 人力留不得，直入故山云。归来无柳下，还疑酒养真。人间柔与力百落如泥尘。先生去已久，子墨有遗文。偏偏劝我饮，此外无所云。我从老大来，切慕其为人。其他不可及，且笑醉昏昏。白居易晚年以诗酒自娱。 他是好酒的陶渊明如知音，尤其敬佩陶渊明生活知足常乐，态度豁达，对他的文章真情流露，毫不矫饰的风格更是由衷的喜爱。到了宋代，宋朝人对陶渊明更是大力的加以赞誉。宋祥说：“陶公归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 陶渊明的超级爱好者苏东坡，除了写作《贺陶诗》一百零九首之外，还有集《归去来诗》十首。欧阳修曾经赞叹说：“晋朝没有什么好文章值得一读。假如说有好文章可读的话，那就只有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这一篇罢了。”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说。 《归去来辞》这一篇文章感情非常的丰沛，好像是从肺腑里自然流泻出来一样，几乎看不到有人工雕凿的痕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里文具或者是意蕴，深深影响着后人。就有人取《归去来辞》里面的某一个词汇来命名自己所居住的房间。 例如宋代的唐庚称他的居处为寄傲斋，明代张以宁的居士叫做素霄之轩，或者取文章里的字句来当做自己的字号。例如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取号为易安居士，甚至只要和陶渊明相关的人事物，都可以成为文人们歌咏的题材，或者是抒情的对象。 例如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把陶渊明的情事写入了他的曲子创作里。绿鬓衰，朱颜改，休把成容画灵台。故园风景依然在，三顷田，五亩宅，归去来。绿水边，青山侧，二顷良田一曲宅，先生跳出红尘外。 紫蟹肥，黄菊开，归去来。翠竹边，青松侧，竹影松声两毛哉。太平幸得闲身在，三径修，无柳在，归去来。九玄故，于心埋，满眼云山画图开。清风明月还诗在，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 后世不只是诗词曲等文学创作深受陶渊明的熏陶而已。在书法方面，苏东坡以其潇洒奔逸、豪迈不羁的气概，书写了《归去来辞》行书。赵孟頫画有《桃源图》《归去来图》《渊明》等画卷。元朝的倪瓒有《容西斋图》。时至今日，喜欢陶渊明的人。 绘制了他的画像，或者是酒醉图，或者是将他以及作品编为故事剧本，这些都展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示陶渊明对后世艺文界有广大而深远的影响。或许是世人太喜爱陶渊明的关系吧，所以不论什么事都要把自己和陶渊明拉在一块儿，引为同志。 这种情况，尤其在时局纷乱或者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更是如此。例如，从南宋到明清，身处衰落动乱之势的文士，就特别仰慕歌颂陶渊明的气节人格，而且常常将他的政治际遇投射到陶渊明的身上。 以自己的感受读陶诗、解陶诗，于是把陶渊明和历史上忠义之士来并论，举凡数酒、尼古等诸师，都有眷恋故君、忠愤的情怀。说精卫填海、刑天猛志，都是陶公借以自喻，想要诸讨流域，恢复进士之作。 所以，时代背景的氛围和当时文人的情性都会影响对陶渊明及诗作的评价。只是陶渊明说他好读书，但不求甚解。既然如此，当他没有会意便欣然写作的诗，未必都别有用意。所以，用自己的心智对他的诗句文字强加圣洁是否合适呢？ 陶渊明其诗其人，犹如一泓潭水，深邃广阔。偶然一阵的微风吹来，也只是约略的撩起水边的涟漪而已。他的作品情意景丰富多彩，不同的年龄品尝都有隽永的情味。国文的第十四讲次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回再见。